分责任。胡子阳，男，36岁，天津人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，传播学专业。啊，涂磊老师好。大爷好。没有，我没有那么老吧。虽然说我看起来比较成熟。啊，涂磊老师好，人力专家好，啊，各位老板好，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胡子阳，来自于天津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毕业。9年的海外生活给了我不一样的文化之旅。那么在新加坡呢，我收获了我的硕士学位，也收获了我的爱情。那么在职业上呢，我做到了品牌经理。那这个品牌经理呢，为我积累了很多人脉，同时呢，也带给了我很多机会。今天呢，我求职的意向呢是品牌经理或者与产品经理相关的工作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老师。哎，他看上去的确比我大，我40，他才36呢，啊，对吧？就是在新加坡的那段时间呢，压力太大了。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学习成绩，去跟他们竞争，来自于整个东南亚的国家，还有英国的一些学生，就不得不每天晚上差不多至少要学习到2点左右，那么晚？然后去还要去跑步，跑完步之后，因为你不跑步睡不着。不跑步睡不着，对，因为很兴奋。我是跑了步才睡不着。因为我太兴奋，因为你看很多这个英文的资料嘛，特别的厚，所以呢特别兴奋，不跑步不累一点睡不着觉。不容易啊，求学不容易。对，但是还